证这短短的十几个小时。各位朋友，各位媒体朋友，来，我们大家坐下来，慢慢的，我们今天已经等了这么久了，市长为我们打拼了1400多天，我们等的就是这一天，是不是？让我们一起呼喊这个心中的名字，大家跟我一起，大家跟我一起来，告诉我，我们从很小声来呼唤他，你们的市长是谁？你们要的市长是谁？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和谐共存的社会。